社会运转中，工作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。快节奏的生活，繁杂的事物，经常让人应接不暇。如何将工作化繁为简，提高效率？办公科技化将让您事半功倍。今天我们要体验的产品，智能会议平板，不必借助数据线，只需要插上这个插件，然后轻轻一点就可以完成资料传送。智能会议平板内置的 WiFi 与插件相互连接，无论是高清图片还是视频展示都畅快无比。它最多可以支持四台设备同屏展示，让对比一目了然。不同设备的投屏可以实现一键切换，方便快捷。如果正好在外地出差，又有会议需要参加，云会议功能可以让你远程参会，与同事实时互动，让会议突破空间的限制。除此之外，智能会议平板还具备智能辅助书写和远程书写共享功能，随时批注记录瞬间灵感，图形识别书写清晰直观，手势操作擦除便捷快速，会议模式变得更为灵活高效，让会议真正成为迸发灵感的舞台。智能会议平板，投屏演示不受限，远程交流面对面，带来办公会议的畅快交流。会议有质量，留存传达也非常关键。想要记录下灵感迸发的完整瞬间，不必奋笔疾书，让它帮您轻松搞定。在开会的时候，录音笔是必备的工具，不过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因为距离过长或者是周围环境有杂音而导致音频不清晰，但是这款智能录音笔却可以拾取十米内的有效声音，同时进行降噪处理。这主要是因为它的机身上有八个麦克风，包括七个环形麦克风和中间的一个麦克风，它就能够形成360度的声源定位，准确地捕捉到有效声源。它还能在手机 APP 里进行语音实时转文字，录音内容通过算法处理后会实时传输到云端引擎，引擎再转写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手机上。如果开会请假不在场，我们也不用担心错过会议内容，它可以进行异地文字直播，因为智能录音笔通过连接 WiFi 实现对设备的远程操控，完成录音启动、暂停、保存等功能。Hi, nice to meet you. Hi, nice to meet you too. 当您在和外国友人进行交谈的时候，它还可以充当您的翻译小助手，对中英文进行实时的翻译并转写成文档。当你不小心把它弄丢的时候，你也不用担心录音文件会丢失，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云端储存库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找回文件并把它分享给同事了。会议小帮手，时声变音转文字，轻巧便携，随身听，让会议记录一键完成。鼠标和键盘这对兄弟总是形影不离，当鼠标披上智能的外衣，键盘可能就要被晾在一边了。我要看电影，我要听音乐，我要购物，帮我查一下天气，帮我看一下机票。好的，首先把你的手放在鼠标上，然后说你想要什么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体验一款能听话会打字的智能语音鼠标。这款旗袍两件套，我要参加婚礼穿，敢包邮吗？最好是再敢便宜点儿。不管你是说东北话、天津话、嗓音话，
智能语音鼠标都能够听得懂，不需要繁琐的点击、查找、选择等等步骤，轻轻松松一键上网。在我们和外国友人进行交流的时候，这款智能语音鼠标也可以充当临时的翻译小助手，实现英文实时翻译转写成中文，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。智能语音鼠标，语音录入，精准识别，对您言听计从的新伙伴。特别，它不仅能看能写，还有其他功能。想不想见识一下？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怎么样呢？这是不是很神奇？这是一款集电子墨水显示、电磁记录、语音交互的智能化便携式办公产品，主要满足各类有笔记记录人士的需求，支持多种输入方式，在不改变您纸笔书写习惯的同时，还能让您感受到科技的魅力，手写和语音的无缝交互。不仅如此，还支持邮件、阅读、日历、会议投屏、搜索等功能，实现真正的轻办公。在这上面写字的感觉和跟真实纸张一样，还原纸笔间的摩擦力和弹性，完整保留笔锋。实时的在线手写识别系统，通过采集用户在输入设备上书写的字符轨迹作为系统输入。因为屏幕采用了先进的电子墨水屏技术，即使长时间的使用也不容易产生视觉疲劳。就是这样一个自带魔法的本儿，让所有的数据结构化，为您的工作提供更安全有效的保障，让您轻松变身职场达人。智能办公本，真实手写触感，不同字体识别，开启无纸化办公下的个性输入。向平台传输数据，并装有超广角高清鱼眼双摄镜头，可同时记录盖章文件和盖章人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异常用章远程锁定功能，当按压超时，系统就会自动报警，当你发现异常时，你可以远程一键锁定它。智能印章，使用信息全记录，监控锁定无遗漏，为印章加上双保险。怎么样，能听会说还会看的科技帮手正在全力配合着您处理工作。未来智能化办公的普及将会为我们的工作模式带来全新的变革。